想找中，然后我们赶快去找中那个真打那个、哦。等一下他说啊，中介之眼一定最难找啊，就过一个小时啊。我们装备都还没好，中介之眼已经准备好了。中介门已经打开了。对。中介龙已经打死了。然后十分钟过后，中介龙挂。那我先把这边封印起来啊。封印。可是东西还在下面呢。东西还在下面。可哎，你拿得到吗？捡不到，你下去就挂了。我等下旁边又开一条路下去了。我来不及堵。你就冲下去，然后找个 地方站起来。赶快说挖一个空间，然后我赶快跳起来。能够，我刚刚有听到有一个那个空间的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的声音。我还缺很多很多很多的。这边有木头、哦。所以你这边看的东西在玻璃。我们那边有木头、哦，蜘蛛都不说话，默默。等一下，你拿玻璃吗？哦，谁？我需要的玻璃怎么都一直不见？哇，开始消耗木棒了吗？留一些给我，我要做那个天花板。我刚刚干了一件蠢事。什么事？快说。我要做稿子，然后结果我做了四把斧头。到你哈！你好棒哦！冒险了吧？你有事没事做那么多斧头干嘛？哇，是我错觉吗？沙子烧好慢。我的错觉吗？我总觉得现在有点卡卡的，应该是下面那个的关系吧？可能。他那么多，应该超过100只了吧？其实乘以5没什么关系啦，真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超过100只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冒险了，可我需要救援。你要怎么救？他跳下去了吗？我刚才掉下去了，然后有个地方可以让我……哎，你最好小心哦。呜、哦！群体攻击！发射！天啊！发射！走开，笨鱼！发射！快点用魔法！用魔法！感觉好痛啊！哎呀！龙卷风！我扫到台风尾。人家正在快要聚聚的时候去闹人家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天花板上会有种子？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？啊？可我没有稿子啊！等我把自己关，我把自己关在里面了啦！快来救我！哎、欸，我要过去等你。沉船那边好像有宝藏哎、欸，我们应该要去看看吗？蜘蛛嘞？蜘蛛是这个蜘蛛是去找地盖他的那个大城堡了？有可能。等一下，我要找我的那个。13个玻璃。就在这边画下去污点了吗？等我看到你了。你可以开始掰遗书了。啊？我石头，很棒，结束。石头很棒。我煤矿会烧。煤矿会烧？你不是冷煤吗？冷媒会吹冷气，谁有铁？七八箱子有，箱子里有铁，箱子里有铁。哇，这一块要怎么办、啊？这好黑啊、哦！
到任何 IP。 如果直接挖掉塞玻璃应该不好看。有地方吗？光了，有光了。那个这个哎，铁不见了，哎，铁全部不见了，哎，金龙宝啊，安全，还有个道路啊，一二三四，还差五个，差五个，可是那边看差五个什么？玻璃，差五个玻璃，拿去了。还好是没有中东西。哦，差六个。谁？我挖到铁。还有煤。把这个捡回去。如果你是一颗冷煤，你就该该交。哇哇！冷煤不够。煤不够交了。只有一个啊？怎么？还差，你那边有几个？来吧 ，Come on， 喷！那我就哦，我这边还有没有？哦，太好了，还有沙子啊！我这边还有，还有一片吗？我这边有两个铁桶，谁种那么多？玻璃，好像没有，种那么多铁桶啊？做两个铁桶。有，这一个就够啊。OK， 完成。哦，这是我的建筑。现在就等小麦长出来。这个好像长好，这个长好。小麦特辑。快！啊，这边这一块封印起来了，不要再打开了。好，只有一个小麦。我决定要把东西放好之后来去换血。拿去幻想，幻血，幻，挖玻璃，好 ，Let's go。哎、欸，小白，我有钻石了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，不然把宝藏都收刮了。你要拿钻石干嘛？我把宝藏都收刮了。他拿钻石去盖城堡。好，还蛮炫富的，蛮棒的。在你们嘻嘻哈哈的同时，我已经去撑船里面全部拿光光东西了。哦，你这个不团结力量的家伙！我现在进七个绿宝石，五个钻石，一个，好像很猛。啊，对，我要去，还有个没有用的皮靴。啊，不就好棒棒？小小那个晨晨他说，啊不就好棒棒？啊不就好棒棒？猴子要跑出来拍手喽！小道路在这里，想个地方盖小屋。哎，要盖哪里？你要盖树上啊！盖树上这边地形的话比较……对啊，我就说我要盖树上，我在找哪一棵啊？树也要看哪一棵。嗯。自己种一颗不就得了？十四个龙。你树上会不会有放生怪砖？然后总觉得我每次晚上生怪的时候特别多啊，特别快。对，我之前就在那个树里面，然后找到一只苦力，它就藏在树里面。那树里面可能就有。等下自主找到那棵树是一堆生怪砖。构成的。我是小花，不是吧？我只是一朵小花。可能是看你很好吃啊，有香气。我拿到一个河豚跟唱片。你要用那张唱片来放，来唱一首歌吗？我这边有个生怪砖，要做生怪经验塔还是不要？应该是不用吧？有要求等级吗？除非要附魔。好，让我砍掉。可是，
等一下，先擦亮好了，反正它亮度有在就不会升怪，先擦亮。好，看以后可以拿来干嘛？把它镇住了。欸，说到经验值，我现在发现我没有经验条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我材质包显示不出经验条，是因为版本太新了。好了，四周都是火把。谁射我？我啊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拿石头丢你。我们的农田有进展了。都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功劳，谢谢谢谢。不，你是林卓勇，那个林哥哥。哎，锄头嘞？我是刚刚丢了一把锄头在里面，谁把锄头当木斧拿去砍树了？不是我，我来砍木头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安，哎，红石有多嘞？有一组哎、欸，要做东西吗？要做什么？什么自动收那个做那个什么城堡的大门？哎，对啊，城堡的大门。要做人开的这个红石不会做啊。那么好简单的东西，城堡的大门很大哎、欸，很大。我估计我之前盖过是34宽，高有50，然后厚那个厚有6，那个光一个大门大概盖了半小时吧。哇哦，你是想把这一集拖到民国几年啊？没关系，我私下开给你慢慢盖。那、我们这集实况就就给吃主开城堡去了，我们就先暂时大家都来去看你盖城堡，然后花了半个小时。啊，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我们就来一个缩时摄影好了。哎，帅啊帅啊帅啊！哎，然后一个蜘蛛大特写，然后灯冷媒写真集，然后拿去卖。那一本里面可能全都是石头哎，还分石头的品种，像什么长安石啊什么的。我们来分别，我们来这是金的石头，性感的石头 ，sexy rock， sexy。我们这集来介绍石头种类呀、啊、然后我们这次新增了冷媒这个种类，而且为冷媒拍个写真集，自己再说，好不好？各种都自己吐槽自己。哦，你还知道？出去。突然就觉得我该笑哪一个点，就找那个点。什么？我只吃的太少啊！哎、欸，这朵花好漂亮啊、哦！门口那个不要砍。你怎么办啊？吃的好少，多吃一点啊！奇怪什么？吃的太少。OK， 农田完成剩余几个、欸、小麦，我们先包好了。啊？什么？有小麦了？哪里？我们面包好了，我们面包哪里？你看我早上拿的是什么？有多少？两个。两个是要做什么？啊，两个哦，我想到面包已经做。啊、我还缺，等一下，在那边是怪物吗？哦，这样还一条面包。我的农田差几个种子可以全部撒满，我去多拖打一点啊，好恐怖、哦！一个人在外面、哎，一个人在外面是很可怕的。我现在的情况很难去盖小，这样太恐怖了。你就盖个书屋就好了。是不是还有很多座塔？不止我们这一座吧？有，因为这是群有十五座，有十五座。什么？有处女座？总共有十。你总共有十五个，哇！每个人住一个岛都不成问题，所以自主你要负责帮我们每个人在一个岛上盖个度假木屋。对哦。哎、欸，对了对了，栅栏怎么做啊？教一下，忘记了。栅栏啊，东西怎么摆？栅栏什么东西怎么摆？
什么东西？栅栏爆麦？栅栏哦，栅栏啊。对，然后全部放那个木板。我记得是放木板。哦，对，放木板啊。新的栅栏门，那个门好像不一样，那门忘记怎么做。旁边两边木棒，中间木头，还是忘记了。他好像要改变，都试试看吧。我们可能排一排就排出来了，说不定。哎，要是如果麦块一开始并没有攻略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哎，要不要拿起你们去？快拿你们拿起你们去！栅栏是那个木棒怎么排？木棒放中间，然后左右两边放木材。变了哎、欸，不一样哦。之前不是啊？对啊，都是木棒啊，更新。之前不是木棒。对，所以这边大栏门的话，就是旁边两边是那个木棒，中间。对啊，你说左右两边要木棒，然后中间要放木材，这是栅栏门。那没有了栅栏呢？大栏是那个左右两边是木材，中间是木棒，相反。奇怪，我这样摆没有啊？那个要摆4 6 4 6 7 9，四六七九是木材，然后中间、哦、中间空格的就木。啊，搞得那么复杂，我好难背哦。这是麦块，受不了啊！谁那边还有小麦？种子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可是整个岛已经没有杂草了，都铲干净了。嗯，要必须要拿骨粉啊，不是有骨粉，拿去撒一撒。哎、欸，我有骨头、欸，你这样讲我有哎、欸。而且这边还有那个、啊、骨粉。好，累死了。来吧，骨粉交给我。我是农夫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、欸，谁过来跟我一下？我需要两名勇者。你要干嘛？宝藏，哎、欸，小白那边有那个、哦、骨本，拿去，应该够了。小白，你已经有家野熊那边应该够了，一堆种子，蒙子儿，你买呢？长好快哦！我之前玩那个，我之前玩那个什么岛？卡加布列岛。不，我之前玩了一张地图，它的地图的那个种子那个小麦长超慢的。哎、欸。哇，那个煤炭砖真的是名不虚传哎，好久、哦，很久，撑很久。哇，你有拿剑吗？哇，我有小麦，真的名不虚传啊！给我去拿剑。你等我呗，我等一下拿小麦赏你一点。赶快再做一个食物箱子。实践。石产石稿，树上有神怪砖，真假的？难怪怪物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奇怪，木炭不能做木炭砖呢，只能煤炭做。煤炭才可以，木炭不行。小心水里面有中介石甲，不是吧？谁有那个叫那么长啊？会。可是那边那个之主已经去过了、啊。到我去玩了，那个船我去玩了。所有的地方，这里面是哪里？嗯，再来，没有东西啊。你在哪里？这里。哇，好水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再下去，拿开箱子。哇，确实。果然真的去，都没了吧？对啊，这次去，这里面也有去吗？都那个船我就去玩了，你可以就只有船内部而已，没有，就是插火把，插火把那一瞬间就可以呼吸啊！我刚好没有任何方块，没要插火把，插火把最快，没有空气，去贴着墙壁插一下火把就有空气。我知道啊，我需要火把。刚好自己包什么东西都没有。
哎，这边的木头不要挖哦。等一下，我在想我要小屋盖哪里。我发现我们家还蛮美的。中建满，不是中那个什么，不是中建满，那个什么？灯海守卫。灯海守卫。中建满，中建满都不是会怕，在水里。好，我找到点了。你在哪一棵树上啊？避免我们砍树。那我等一下，我要盖在四个树的中间。四个树的中间，你在哪里啊？四个树干。哦，你站的那个位置吗？那你边边那周围一二三四，我们就不动喽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不动，其他的全部都铲除。那我们要围立施工中，请勿靠近。好，好了。各位听好了，他已经开始动土了。哎、欸，好，然后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。Yes。我来做一座桥到对面去好了，当作是一种成就。都来我这里吗？到对面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一个很高的岛，最。哎、欸，白，你看阿西一下。嗯，你看一下 RC。哦，你真美。好，我们这集的实况就……等等。好，我们开始重录吧。哇、哦，我挖完这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暂停之后，然后就暂差不多之后先。可以先关录音，但中间过程先暂时不要录。我觉得中间过程绝对会有一些很枯燥乏味的点。对，有一些很怪怪的。不会，相信我，真的。好，然后要用那个四倍速、二十倍速。不是，我们要完整呈现给观众，这就是生存的意义。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这次实况从这第一集开始，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高落啦。那对大家会看见我们的进度相当的快，已经房子有了，开始建设大房子了，然后石头一大堆。那预计可能我们会把成就的那个限制可以拉大的就尽量拉大，那大概拉几倍呢？我们下一集再来公布吧。那我们就这样，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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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